列王记下第一章。亚哈死后，摩押背叛以色列。有一天，亚哈谢在撒玛利亚从楼上的窗户掉下来，他就病了。于是他差派使者对他们说，你们去求问以格伦的神巴利西卜，我这个病到底能否复原。但耶和华的使者对提斯比人以利亚说，你动身上去迎着撒玛利亚王的使者，对他们说，你们去求问以格伦的神巴利西卜，是因为以色列中没有神吗？因此耶和华这样说，你必不能从你躺上去的那张床上下来，因为你必定死。于是以利亚去了。众使者回到亚哈谢那里，他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回来呢？他们对王说，有一个人上来迎着我们，又对我们说，去吧，回到那差派你们的王那里，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你派人去求问以格伦的神巴利西卜，是因为以色列中没有神吗？因此你必不能从你躺上去的那张床上下来，因为你必定死。王对他们说，那上来迎着你们又对你们说这番话的是个怎样的人？他们对王说，那人穿着毛皮衣，腰间束上皮带。王说，这人必是提斯比人以利亚。于是王差派一个50夫长和他的50名手下到以利亚那里。那位50夫长就上到以利亚那里去，他看见以利亚正坐在山顶上，就对以利亚说，神人呐，王吩咐你下来。以利亚回答50夫长说，如果我是神人，愿火从天降下，把你和你的50名手下吞灭。于是有火从天降下，吞灭了50夫长和他的50名手下。王再次派一个50夫长和他的50名手下到以利亚那里去。那50夫长对以利亚说，神人呐，王这样吩咐，你赶快下来。以利亚回答他们说，如果我是神人，愿火从天降下，把你和你的50名手下吞灭。于是神的火从天降下，吞灭了50夫长和他的50名手下。王又派出第3名50夫长和他的50名手下。那50夫长来到，就双膝跪在以利亚面前，恳求他，对他说，神人啊，愿我的性命和这50个仆人的性命在你眼中看为宝贵。看啊，曾经有火从天降下，吞灭了先前2个50夫长和他们各50名手下。现在愿我的性命在你眼中看为宝贵。耶和华的使者对以利亚说，你和他下去吧，不要怕他。于是以利亚起来和他下山到王那里去了。以利亚对亚哈谢说，耶和华这样说，你差派使者去求问以格伦的神巴利西卜，是因为以色列中没有神可以求问吗？因此你必不能从你躺上去的那张床上下来，因为你必定死。亚哈谢果然死了，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宣告的话，因为他没有儿子，他的弟弟约兰就接续他做王。那时是犹大王约沙法的儿子约兰第2年。亚哈谢其余所行的事迹，不是都写在以色列诸王的年代志上吗？列王记下第2章。耶和华将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往天上去的时候，以利亚和以利沙一起离开吉甲。以利亚对以利沙说，你留在这里吧，因为耶和华差派我到伯特利去。以利沙说，
我指着永活的耶和华和你的性命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他们下到伯特利去，在伯特利的先知门徒出来见以利沙，对他说，你知道今天耶和华要接你的老师离开你吗？他说，我已经知道了，你们别再多说。以利亚对以利沙说，你留在这里吧，因为耶和华差派我往耶利哥。他说，我指着永活的耶和华和你的性命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他们来到耶利哥，在耶利哥的先知门徒前来见以利沙，对他说，你知道今天耶和华要接你的老师离开你吗？他说，我已经知道了，你们别再多说。以利亚对他说，你留在这里吧，因为耶和华差派我往约旦河去。以利沙说，我指着永活的耶和华和你的性命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他们二人继续前行。先知门徒中有50人跟着他们，远远地站在他们对面。他们二人在约旦河河边站着，以利亚拿着自己的外衣把它卷起击打河水，河水就左右分开，他们二人就在干地上走过去了。他们过去之后，以利亚对以利沙说，在我没有被接离开你以先，我可以为你做些什么，你尽管求吧。以利沙说，求你使你的灵双倍地临到我。以利亚说，你所求的是一件难事，不过我被接离开你的时候，如果你看见我，就必得着，否则就得不着了。他们边走边谈的时候，忽然有火车火马把他们二人分开，以利亚就在旋风中被接往天上去了。以利沙看见就喊叫，我父，我父，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跟着就不再看见他了。以利沙抓住自己的衣服，把它撕成两片，他拾起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就回去，站在约旦河河边。他拿着从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击打河水，说，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他一击打河水，河水就左右分开，以利沙就走过去了。那些耶利哥的先知门徒在远处看见，就说，以利亚的灵在以利沙身上了。他们就来迎接他，俯伏在地拜他。他们对他说，请看，你的仆人这里有50个壮士，请让他们去寻找你的老师，或者耶和华的灵把他提去丢在某一座山上或某一处山谷里。以利沙说，你们不必派人去了。他们恳求他，使他不好意思推辞，于是他说，你们派人去吧。他们就派出50个人寻觅了3天，仍然找不着。于是他们回到以利沙那里，那时他还停留在耶利哥。他对他们说，我不是告诉了你们不必去的吗？那城的人对以利沙说，请看这城的地势很好，老师你也看见，可惜水恶劣，以致此地没有出产。以利沙说，给我拿一个新碗来，里面要盛点盐。他们就把碗拿给他，他就出去到水源那里，把盐倒在那里，然后说，耶和华这样说，我已经医好了这水，从此不再有人死亡，地也不再没有出产了。那水果然治好了，直到今日，正如以利沙所说的话。以利沙从那里上伯特利去，正沿路上去的时候，从城里有一班年轻人走出来讥笑他，说，秃头的上去吧，秃头的上去吧。以利沙回头看着他们，
奉耶和华的名咒诅他们。于是有两只母熊从树林里走出来，撕裂了他们中间42个年轻人。以利沙从那里上加密山，又从加密山回到撒玛利亚。列王记下第三章。犹大王约沙法第18年，亚哈的儿子约兰在撒玛利亚作王，统治以色列。他作王共有12年。他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只是还不至于像他的父亲和母亲一样，因为他除去了他父亲所做的巴利神柱。只是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中的那些罪，他却坚持不舍，不肯脱离。摩押王米沙是个以畜牧为生的人，他每年进贡10万头绵羊羔和10万头公羊羔给以色列王。亚哈死后，摩押王背叛以色列王。那时约兰王从撒玛利亚出来点阅以色列众人，他一面起行，一面派人到犹大王约沙法那里说，摩押王背叛了我，你肯不肯和我同去攻打摩押呢？约沙法说，我愿意去，我和你不分彼此，我的人民就像是你的人民，我的马就像是你的马。约沙法问，我们从哪条路上去呢？约兰回答，从以东旷野的路上去。于是以色列王、犹大王和以东王绕道行了7日的路程，军队和随行的牲畜都没有水喝。以色列王说，哎呦，耶和华召聚这3位君王是要把他们交在摩押人的手中。约沙法说，这里不是有一位耶和华的先知吗？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以色列王的一位臣仆说，这里有沙法的儿子以利沙，他从前是服侍以利亚的。约沙法说，他必有耶和华的话。于是以色列王、约沙法和以东王都下到他那里。以利沙对以色列王说，我和你有什么关系呢？去问你父亲和你母亲的先知吧。以色列王对他说，不要这样说，耶和华召聚这3位君王是要把他们交在摩押人手中。以利沙说，我指着我所侍奉永活的万军耶和华起誓，若不是看犹大王约沙法的情面，我根本不会理你，看也不看你。现在给我找一个琴师来。当琴师弹琴的时候，耶和华的能力就临到他身上。以利沙说，耶和华这样说，要在这山谷到处挖壕沟，因为耶和华这样说，你们虽然没有看见风，也没有看见雨，但这山谷必充满了水，你们和你们的牲畜都可以有水喝。这事在耶和华眼中算是小事，他还要把摩押交在你们手中。你们要攻破所有坚固的城和一切繁华的都市，砍下各种佳美的树木，堵塞所有水泉，用石头堆满一切肥沃的田地。到了早上，约在献祭的时候，忽然有水从以东来，遍地就满了水。摩押全国听见这几位君王上来要攻打他们，就召集所有能够穿上武装的，不论老幼，到边界上防守。第二天早上，他们起来的时候，太阳照在水上，摩押人从那边看见水红得像血一样，他们说，这是血啊，一定是那些王互相攻击，自相残杀。现在摩押人啊，去抢掠吧。他们来到以色列营，以色列人起来击杀摩押人，摩押人就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以色列人就攻进摩押击杀他们。他们毁坏城市，个人向一切肥沃的田地抛掷石头，把田地填满了。
又堵塞一切水泉，砍下各种佳美的树木，直到吉尔哈列舍只剩下石头，甩石的兵把它包围攻击它。摩押王见战事激烈无法抵抗，于是带领700持刀的兵想要突围到以东王那里，可是不成功。于是他把那要接续他做王的长子在城墙上献为燔祭，以色列人就遭遇极大的愤怒，于是离开他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列王记下第四章。一位先知门徒的妻子哀求以利沙说，你仆人我的丈夫死了，你知道你的仆人是敬畏耶和华的，现在债主来要抓我的两个孩子做他的奴仆。以利沙对他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告诉我，你家里有什么呢？他说，婢女家中除了一瓶油以外什么也没有。以利沙说，你到外面去向你所有的邻居借空器皿，要尽量多借，然后回去把你和你儿子关在家里，你要把油倒在所有器皿里面，装满了的就放在一边。于是妇人离开了他，把自己和儿子关在门内，他的儿子不住地把器皿拿到他面前，他就把油倒进去。器皿都倒满了的时候，他对儿子说，再拿一个器皿给我。他对他说，再没有器皿了，油就止住了。他去告诉神人，神人说，你去把油卖掉，还清你的债务，你和你的儿子可以靠着剩下的过活。有一天，以利沙经过书念的时候，那里有一位贵妇坚持留他吃饭，于是以后每逢他从那里经过，他总进去吃饭。那妇人对她的丈夫说，你看，我知道那常从我们这里经过的是个圣洁的神人，让我们盖一间有墙的小阁，为他在里面摆设睡床、桌子、椅子和灯盏，他到我们这里来的时候就可以到那里休息。有一天，以利沙来到那里，就上小阁休息，在那里躺下。他对他的仆人基哈西说，你去叫这书念的妇人来。于是他叫了他来，站在他的面前。他对他的仆人说，你对他说，看哪，你为我们费了这么多心思，我可以为你做些什么呢？你有事要我替你向王或军长说的吗？他说，我住在自己的人民中间。于是他说，我到底可以为他做些什么呢？基哈西说，他没有儿子，而他的丈夫又老了。于是以利沙对他说，再叫他来。他就再去叫了他来，他就站在门口。以利沙说，明年这个时分，时候到了，你必怀抱一个儿子。他说，神人啊，不要欺哄你的婢女。这妇人果然怀了孕，到明年这个时分，时候到了，她就生了一个儿子，正如以利沙对她所说的。孩子渐渐长大，有一天她出来到收割的人中找她的父亲，她对她的父亲说，我的头啊，我的头啊。他的父亲对仆人说，把他抱到他母亲那里。于是仆人把他抱着送到他母亲那里，孩子坐在他母亲的双膝上，到中午就死了。他把孩子抱上小阁，放在神人的床上，他把他关在里面就出去了。他呼唤他的丈夫说，请你派一个仆人和一头驴子给我，我要赶到神人那里，立刻就回来。他说，为什么你要在今天去见他呢？今天既不是月朔，也不是安息日。他说，一切都平安。于是他把驴套上鞍，
对他的仆人说，你来赶驴子走吧，除非我告诉你，否则不要因为我慢下来。于是他启程去到加密山神人那里，神人从远处看见他的时候，就对他的仆人基哈西说，看哪，书念的妇人在那边呢，现在你跑去迎接他，对他说，你平安吗？你的丈夫平安吗？你的儿子平安吗？他说，都平安。他来到山上神人那里，就抱住神人的脚，基哈西上前要推开他，但神人说，由他吧，因为他的心灵很痛苦，耶和华隐瞒我，没有告诉我。他说，我有向我主求过儿子吗？我不是说过不要欺哄我的吗？神人对基哈西说，你束上腰，手里拿着我的手杖前去，不论遇见的是谁，都不要向他问安。若是有人向你问安，你也不要回答他，只要去把我的手杖放在孩子的脸上。孩子的母亲说，我指着永活的耶和华和你的性命起誓，我绝不会离开你。神人只好起身随他而去，基哈西在他们前面去了，把手杖放在孩子的脸上，可是没有声音，也没有反应。于是他回来迎着以利沙，告诉他说，那孩子还没有醒过来。以利沙来到书念妇人的家，看见孩子已经死了，躺在他的床上，于是他进去，把自己和孩子二人关在门内，然后向耶和华祷告。他又上床伏在孩子身上，是自己的口对着孩子的口，自己的眼对着孩子的眼，自己的手放在孩子的手上。他伏在孩子身上，孩子的身体就渐渐温暖起来。然后他下来，在房内来回走了一趟，再上去伏在孩子身上。那孩子打了7个喷嚏，跟着就张开了眼睛。神人呼唤基哈西说，你去叫那书念的妇人来。他就去叫他，他来到他那里，他就说，把你的儿子抱起来。于是他进去，在他的脚前下拜，俯伏在地上，然后把儿子抱起来出去了。以利沙又回到吉甲，那地正发生饥荒，先知的门徒坐在他面前，他对他的仆人说，把大锅放在火上，给先知的门徒们煮点东西吃。有一个人到田野那里去采摘野菜，他找到一颗野瓜藤，就摘下藤上的野瓜，装满了他的衣服。他回来把瓜切了，放入煮东西的锅中，他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后来他们倒出来给众人吃，他们在吃锅里的东西的时候，都惨叫起来说，神人啊，锅中有致死的毒物。他们就不能吃了。他说，拿些面给我。他把面放在锅中说，倒出来给众人吃吧，锅里就没有毒了。有一个人从巴利沙利沙来，他带给神人20个用初熟大麦做的饼，还有新穗子。以利沙说，把这些给众人吃吧。他的仆人说，我怎能把这一些食物摆在100个人面前呢？神人说，给众人吃吧，因为耶和华这样说，他们要吃，而且还有剩下的。于是仆人摆在众人面前，他们都吃，而且还有剩下的，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列王记下第5章。亚兰王的军长乃曼在他的主人面前是一个大人物，很得王的赏识，因为耶和华曾借他把胜利赐给亚兰。这个人是个勇猛的战士，
可惜他是个麻风病人。亚兰人曾经出去劫队抢掠，从以色列地掳了一个小女孩，她就侍候乃曼的妻子。他对他的女主人说，如果我的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就好了，他必定能治好他的麻风。于是乃曼去告诉他的主人说，从以色列地掳来的女孩子这样这样说。亚兰王说，你去吧，我会送一封书信给以色列王的。于是乃曼去了，手里带着300公斤银子，约70公斤金子和10套衣裳。他把信带到以色列王那里，信上说，这信既已达到你那里，你看见我差去见你的臣仆乃曼，你就要医好他的麻风。以色列王读了这信后，就撕裂自己的衣服说，我是神，能使人死使人活吗？这人竟派人到我这里来，要我治好他的麻风。请你们想想看，他是要找机会攻击我。神人以利沙听见以色列王撕裂自己的衣服，就打发人去见王说，你为什么撕裂自己的衣服呢？请你把他送到我这里来吧，他就知道在以色列中有先知了。于是乃曼带着他的车马来到，停在以利沙的门前。以利沙差派一个使者去见他说，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7次，你的身体就会复原，得着洁净。乃曼却发怒走了，他说，我以为他必会出来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的神的名，向着患处摇手，洁净这麻风病。大马士革的亚巴拿河和法尔法河不是比以色列一切河流更好吗？我不是可以在那里沐浴得着洁净吗？于是他掉过头来气愤愤地走了。他的仆人上前对他说，我父啊，先知如果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不是照着行吗？何况他只是说你去沐浴就得洁净呢。于是他下去在约旦河里浸了7趟，正如神人所吩咐的，他的肌肉就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肌肉，他就得了洁净。乃曼和他的随员又回到神人那里，他进去站在他面前说，看啊，现在我知道除了在以色列以外全地都没有神，现在请你收下你仆人一点礼物吧。以利沙说，我指着我所侍奉永活的耶和华起誓，我绝不收取任何礼物。乃曼再三促请他接受，都被他拒绝。乃曼说，你若是不肯收取，就请你赐你仆人2头驴子可以驮的泥土，因为你的仆人不再献燔祭或别的祭给别的神，只献给耶和华。但有一件事，求耶和华赦免你的仆人。我的主人到临门庙那里叩拜的时候，他总是靠在我的手臂上，因此我也曾在临门庙叩拜。我在临门庙叩拜这事，求耶和华赦免你的仆人。以利沙说，你平平安安回去吧。于是乃曼离开他去了，走了一段路程。神人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心里说，看啊，我主人不肯从这亚兰人乃曼手中收取他带来的礼物，我指着永活的耶和华起誓，我要追上他，向他要些东西。于是基哈西追赶乃曼，乃曼看见有人追上来，就下车迎着他说，平安吗？他说，平安，我主人派我来说，刚才有2位年轻人，都是先知的门徒，从以法莲山地来到我这里，请你给他们30公斤银子和2套衣服。乃曼说，请你拿60公斤吧。
他再三促请基哈西，并把60公斤银子装在2个袋子里，还有2套衣服交给2个仆人。他们就在基哈西前面捧着走。到达山冈后，他就从他们手中接过东西，存放在屋子里，然后打发他们离去，他们就走了。他进去侍立在他主人面前，伊丽莎对他说，基哈西，你从哪里来？他说，你的仆人没有到过什么地方。伊丽莎对他说，那人下车转身迎着你的时候，我的心不是和你同去吗？现在不是收受银子、衣服、橄榄园、葡萄园、羊、牛、仆人和婢女的时候，因此乃曼的麻风要附在你的身上和你后裔的身上，直到永远。基哈西从伊丽莎面前离去时，就长了麻风，好像雪那样白。列王记下第6章，众先知门徒对伊丽莎说，请看，我们在你面前居住的那个地方，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太窄小了，请你让我们到约旦河，每人从那里取一根木头，我们要在那里为自己建造一个地方居住。伊丽莎说，你们去吧。有一个门徒说，请你和你的仆人们一起去。他说，我会去的。他就和他们同去，他们到了约旦河，就砍伐树木。有一个门徒砍伐木头的时候，斧头掉到水里去了，他就喊着说，惨了，我主啊，这斧头是借回来的。神人说，掉在哪里呢？于是他把那地点指给他看，他砍了一根木头丢在那里，那斧头就浮上来了。伊丽莎说，你自己拿上来吧。他就伸手把它拿住了。亚兰王与以色列人打仗，他和他的臣仆商议说，我要在某处某处埋伏。神人就差派人去见以色列王说，你要小心，不要经过这个地方，因为亚兰人在那里埋伏。以色列王派人到那地方，就是神人曾告诉他、警告他的，他就在那里小心防范，这样不止一两次。亚兰王因为这事心中大感困惑，他召了他的臣仆来，对他们说，在我们中间有谁帮助以色列王，你们不告诉我吗？他的一位臣仆说，我主我王啊，不是的，只不过是以色列的以利沙先知把你在你卧室内所说的话告诉了以色列王。于是王说，你们去看看他在哪里，我要派人把他捉住。有人告诉他说，看哪，他正在多滩。他就差派车马和一大队军兵往那里去，他们在夜间抵达，围困那城。神人的侍从清早起来走出屋子，看见军队车马围住了城。神人的仆人对神人说，惨了，我主啊，我们怎样办才好呢？神人说，不要惧怕，因为和我们在一起的比和他们在一起的更多。伊丽莎祷告说，耶和华啊，请你打开他的眼睛，使他能看见。于是耶和华打开了仆人的眼睛，他就看见，看哪，那身上布满了火马火车围绕着伊丽莎。亚兰人下来攻击伊丽莎，伊丽莎就祷告耶和华说，求你击打这民族，使他们瞎眼。于是耶和华击打他们，使他们瞎眼，正如伊丽莎所说的。伊丽莎对他们说，这不是那条路，这边不是那座城，你们跟着我来，我要把你们领到你们要寻找的人那里。于是他把他们领到撒玛利亚。他们进入撒玛利亚的时候，伊丽莎就说，
耶和华啊，求你开这些人的眼睛，使他们能看见。于是耶和华开了他们的眼睛，他们就看见了。看哪，他们竟是在撒玛利亚城中。以色列王看见他们，就对以利沙说：我父啊，我可以击杀他们吗？以利沙说：你不可击杀他们。你可以击杀你自己用刀用弓掳回来的人吗？你要在他们面前摆上食物和水，给他们吃喝，然后回到他们的主人那里去。于是王为他们预备盛大的宴会，他们吃喝完了，王打发他们离去，他们就回到他们的主人那里去了。从此亚兰的军队不再侵犯以色列地了。后来亚兰王便哈达征召他全部的军队上来围困撒玛利亚，于是撒玛利亚发生了极大的饥荒，敌军继续包围，以致一个驴头要卖900克银子，200克的鸽子粪也值60克银子。以色列王在城墙上经过时，有一个妇人向他呼求说：我主我王啊，救救我。他说：如果耶和华不救你，我又从哪里救你？是从打谷场，或是从榨酒池呢？王对他说：到底有什么事呢？他说：这妇人对我说，把你的儿子交出来，今日我们好把他吃了，明天我们可以吃我的儿子。于是我们把我的儿子煮了，把他吃了。第二日我对他说，把你的儿子交出来，我们好把他吃了。他却把他的儿子收藏起来。王听见那妇人的话，就撕裂衣服。他当时正在城墙上，人民都看见他。看哪，他里面贴身穿着的是件麻衣。他说：如果今日沙法的儿子以利沙的头仍留在他身上，愿神惩罚我，而且加倍惩罚我。那时以利沙正坐在自己的屋子里，众长老也和他坐在一起。王差派一个在他面前侍立的人去，那使者去到以利沙那里以前，以利沙对众长老说：你们看，这凶手之子派人来取我的首级，你们留意那使者来到的时候，你们要把门关上，把他挡在门外。他主人的脚步声不是在他后面吗？他和众长老还在说话的时候，看哪，王就下到他那里说：看哪，这灾祸是从耶和华来的，我为什么还仰望耶和华呢？列王记下第七章。以利沙说：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这样说，明日大约这个时候，在撒玛利亚的城门，3公斤面粉只卖11克银子，6公斤大麦也只是卖11克银子。但那搀扶王的官长回答神人说：即使耶和华在天上开了窗户，也不会有这事发生。以利沙说：看哪，你要亲眼看见，却吃不着。有4个麻风病人在城门口那里，他们彼此说：我们为什么坐在这里等死呢？我们如果说我们进城去吧，城里正有饥荒，我们就要死在那里。我们如果坐在这里也是要死，现在让我们去投降亚兰人的军队吧，如果他们饶我们一命，我们就可以活着，如果他们要杀死我们，我们就死吧。于是他们在黄昏动身，去到亚兰人的军营那里。他们来到亚兰人的军营外边，竟看不见一个人在那里，因为主使亚兰人的军队听见战车、战马和大军的声音，他们就彼此说：看哪，一定是以色列王
雇用了赫人的众王和埃及人的众王来攻击我们。于是他们在黄昏的时候起来逃跑，他们丢下他们的帐幕、他们的马匹和他们的驴子，军营仍在那里，他们却只顾逃命去了。这些患麻风病的人来到军营的外边，他们进入其中一座帐幕，又吃又喝，并且从那里取去金子、银子和衣服，然后离去，把东西收藏起来。他们再回去，进入另一座帐幕，从那里拿走财物，去收藏起来。他们彼此说，我们这样做是不对的。今天是报好消息的日子，我们进不出声。如果我们等到早上天亮，我们就算为有罪了。现在来吧，我们要去通知王家。他们就去呼喊守城门的，告诉他们说，我们去过亚兰人的军营那里，看见那里一个人也没有，也没有人声，只有马仍拴着，驴仍拴着，帐幕都原封不动。守城门的就喊叫起来，又往城内给王家报信。王在夜间起来对他的臣仆说，我告诉你们，亚兰人对我们所做的是怎么一回事。他们知道我们闹饥荒，所以出到军营外，在田野埋伏，心里说，他们必从城里出来，我们就可以活捉他们，进入城里去了。他的一位臣仆回答说，请叫人拉五匹剩下的马来，看哪，他们向所有剩下在这里的以色列人，都要像所有死去的以色列人一样，让我们打发人去看看吧。于是他们取了两辆战车和马匹，王差人去追踪亚兰军，吩咐他们去查看吧。他们就去追踪亚兰军，直到约旦河，看哪，沿途堆满了衣物器具，就是亚兰人在匆忙逃走时丢弃的。于是使者回去向王报告，众民就出去抢掠亚兰人的军营。于是三公斤面粉卖11克银子，六公斤大麦也卖11克银子，好像耶和华所说的。王指派那官长，就是那搀扶他的，在城门口镇压，众民在城门那里把他践踏在地，他就死了，好像神人所说的，就是王下来到神人那里时他所说的。这是因为当神人对王说，明天大约这个时分，在撒玛利亚城门口，六公斤大麦卖11克银子，三公斤面粉也卖11克银子。那官长回答神人说，即使耶和华在天上开了窗户，也不会有这事发生。神人说，看哪，你要亲眼看见，却吃不着。这事果然发生在他身上，众民把他践踏在地，他就死了。列王记下第八章。以利沙告诉那妇人，他的儿子曾被以利沙救活，说，你和你全家要动身离开这里，住在你可以寄居的地方，因为耶和华宣布了将有饥荒，这饥荒要临到这地7年。那妇人就动身，按照神人所说的去做，他和他的全家离去，住在非利士地7年。7年结束的时候，那妇人从非利士地回来，就去为自己的房屋、田产哀求王。那时王正在和神人的仆人基哈西交谈，说，请你向我讲述以利沙所做的一切大事。他正向王讲述以利沙叫死人复活的事的时候，看哪，以利沙曾救活他的儿子的那妇人来为他的房屋、田产哀求王。基哈西说，我主我王，这就是那妇人了。
他的这个儿子就是以利沙救活的了。王问那妇人，他就告诉他一切事。于是王指派一个太监给他说，把所有属于他的，以及从他离开此地直到现在，他田地的一切出产都归还他。以利沙来到大马士革，亚兰王便哈达患了病，有人告诉他说，神人来到这里了。王对哈薛说，你带着礼物去见神人，托他求问耶和华说，我这病能痊愈吗？于是哈薛去见以利沙，他带着礼物，就是大马士革各样的美物，由40匹骆驼驮着，去站在他的面前说，你的儿子亚兰王便哈达派我到你这里来，问你说，我这病能痊愈吗？以利沙对他说，你去告诉他说，你一定会痊愈的，但耶和华指示我，他一定要死。以利沙定睛看着他，直到他感到局促不安，然后神人哭了起来。哈薛说，我主为什么哭起来了？他回答，因为我已知道你要对以色列人施行的恶事，他们的城堡你要放火焚烧，他们的年轻人你要用刀杀死，他们的婴孩你要摔死，他们的孕妇你要剖开。哈薛说，你仆人算什么？不过是一条狗罢了，怎可以做这样的大事呢？以利沙说，耶和华已指示我，你要做王统治亚兰。于是他离开以利沙，回到他主人那里。便哈达对他说，以利沙对你说了些什么呢？他说，他对我说，你一定痊愈的。第二天，哈薛拿被窝浸在水里，然后蒙住便哈达的面，他就死了。于是哈薛接续他做王。以色列王亚哈的儿子约兰第五年，犹大王约沙法还在的时候，犹大王约沙法的儿子约兰登基做了王。他登基时是32岁，在耶路撒冷做王8年。他照着以色列诸王的道路而行，好像亚哈家所行的，因为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并且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但耶和华因他仆人大卫的缘故，不愿毁灭犹大，却要照他应许大卫的，赐给他和他的后裔永远有香灯延续。约兰王在位的日子，以东人反叛，脱离犹大人的手，自己立王统治本国。于是约兰过到撒邑去，并且带着他所有的战车，他夜间起来攻击包围他和他的战车军长的以东人，他的军民却逃回自己的帐篷去了。于是以东人背叛，脱离犹大人的手，直到今日。那时利拿人也同时背叛。约兰其余的事迹和他所行的一切，不是都写在犹大列王的年代志上吗？约兰和他的祖先同睡，人把他埋葬在大卫城和他的祖先一起，他的儿子亚哈谢接续他做王。以色列王亚哈的儿子约兰在位第12年，犹大王约兰的儿子亚哈谢做犹大王，他登基时是22岁，在耶路撒冷做王1年。他母亲名叫亚他利亚，是以色列王暗利的孙女。他照着亚哈家的道路而行，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好像亚哈家一样，因为他是亚哈家的女婿。亚哈谢与亚哈的儿子约兰往基列的拉莫同亚兰王哈薛交战，亚兰人击伤了约兰，约兰于是回去到耶斯列治伤，
就是当他攻打亚兰王哈薛时，亚兰人在拉莫击伤他的。犹大王约兰的儿子亚哈谢，因为亚哈的儿子约兰病了，所以下到耶斯列去探望他。列王记下第九章。以利沙先知唤来一位先知门徒，对他说，你要束上腰，手里拿着这瓶膏油，到基列的拉莫去。你到了那里，要在那里寻找宁氏的孙子约沙法的儿子耶户。你要去请他从他的兄弟中起来，然后把他带进一个密室。你要拿着这瓶膏油，把油倒在他的头上，说，耶和华这样说，我高立你做王统治以色列。然后你要开门逃跑，不可停留。于是那年轻的先知往基列的拉莫去了。他到了那里，看见军队的将领都坐在那里，他就说，将军，我有话要对你说。耶户说，我们这里所有的人，你要对哪一个说话呢？他说，将军，我要对你说。耶户就起来进了屋子，先知门徒就把油倒在耶户的头上，对他说，以色列的神耶和华这样说，我高立你做王统治耶和华的人民以色列。你要击杀你的主人亚哈的家，我要为我仆人众先知的血和所有耶和华的仆人的血在耶洗别身上报仇。亚哈的全家都要灭亡，我要剪除在以色列属亚哈的男人，无论是自由的或是为奴的。我要使亚哈的家好像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的家，又好像亚西亚的儿子巴沙的家。至于耶洗别，他的尸体要在耶斯列的田间被狗吃掉，没有人来埋葬。他一说完就开门逃走了。耶户出来到他主人的臣仆那里去，他们问他说，一切都平安吗？那疯子来见你有什么事呢？他对他们说，你们认识这个人，也知道他说些什么。他们说，谎话，请你告诉我们吧。他说，他这样对我说，耶和华这样说，我已经高立你做王统治以色列。他们就急忙把自己的衣服放在他脚下的台阶上，然后吹响号角宣告，耶户做王了。这样宁氏的孙子约沙法的儿子耶户背叛约兰了。约兰和以色列众人曾因亚兰王哈薛的缘故守卫着基列的拉莫，但后来约兰王回到耶斯列去治伤，就是他与亚兰王哈薛作战时弓箭手击伤他的。耶户说，你们若是同意，就不要让人逃出这城到耶斯列去报信。于是耶户登上战车往耶斯列去了。因约兰正在那里卧病，犹大王亚哈谢下来探望他。站在耶斯列城楼的哨兵看见耶户的队伍来临，就说，我看见有一队人马。约兰说，叫一个祭兵来，派他去见他们，说，平安吗？于是有一个祭兵去迎见耶户，说，王这样问，平安吗？耶户说，平安不平安和你有什么关系呢？转到我后面去吧。那哨兵又报告，使者到了他们那里却没有回来。王又派第二个祭兵去，他来到他们那里，说，王这样问，平安吗？耶户说，平安不平安和你有什么关系呢？转到我后面去吧。那哨兵又报告，他已经去到他那里却没有回来。那驾车的手法很像宁氏的孙子耶户，因为他驾车很凶猛。约兰就说，备车。他们就为他备了车。以色列王约兰和犹大王亚哈谢出城，他们各自乘坐战车出去见耶户，就在耶斯列人拿伯的田间遇上了他。
约兰看见耶户的时候就说，耶户平安吗？耶户说，你的母亲耶洗别的淫行和邪术这么多，还有平安吗？约兰立刻把车调转过来逃跑，对亚哈谢说，亚哈谢啊，反了。耶户拉满弓，射中约兰的背，箭从他的心窝穿出，他就倒在自己的车上。耶户对副官毕甲说，把他抬起来，丢在耶斯列人拿伯的田地里，因为我还记得你我一起驾车跟随他父亲亚哈的时候，耶和华曾宣告了这些有关亚哈的话。昨天我实在看见了拿伯的血和他儿子们的血，这是耶和华的宣告，我要在这块田地上报应你，这是耶和华的宣告。现在你要按着耶和华的话把他抬起来丢在田里。犹大王亚哈谢看见这一切，就沿着通往伯哈干的路逃走。耶户紧追着他说，还有他。他们就在靠近以伯莲的孤儿坡把他击伤在战车上，他逃到米吉多就死在那里。他的臣仆用车把他的尸体送到耶路撒冷，葬在大卫城他自己的坟墓，和他的祖先一同长眠。亚哈的儿子约兰第十一年，亚哈谢登基统治犹大。耶户到了耶斯列，耶洗别已经听闻，就吐眼梳头，从窗户里往外观望。耶户进入城门的时候，他说，平安吗？杀主的心里。耶户抬头对着窗户说，有谁拥护我？谁？立时有两三个太监往外望着他，他说，把他抛下来。他们就把他抛下去，他的血溅在墙上和马匹身上，他们也践踏了他。耶户进入屋内又吃又喝，然后说，你们去料理那被咒诅的妇人，把她埋了，因为她是王的女儿。于是他们去收敛她，却找不到她的尸体，只找到头骨、双脚和双掌。他们就回去告诉她，她说，这正是耶和华借着他仆人提斯比人以利亚所说的话，野狗必在耶斯列的地方吃耶洗别的肉，耶洗别的尸体要像耶斯列田间的粪肥，以致人不能说这是耶洗别。列王记下第十章。亚哈有七十个儿子在撒玛利亚，耶户写了一批信送到撒玛利亚，对耶斯列的首领、长老和亚哈众子的导师说，你们主人的儿子都在你们那里，你们也有战车、马匹、设防城和武器，那么这封信到达你们那里的时候，你们就要看看在你们主人的儿子中哪一个是最好最合适的，把他立在父亲的宝座上，你们又要为你们主人的家作战。他们就十分害怕，说，看哪，两个王尚且不能在他面前站立得住，我们又怎能站得住呢？于是内务长、市长、长老和亚哈众子的导师送信给耶户说，我们是你的仆人，你吩咐我们的我们都必照办，我们也不会立什么人做王，你看怎样好我们就怎样做。于是耶户写第二封信给他们说，如果你们是归从我、听我的话的，就要把你们主人的儿子们的头颅取下，明天大约这个时候带来耶斯列给我。那时王的七十个儿子是住在抚养他们的城中的大臣那里，这信到达他们那里的时候，他们就拿住王的众子，把这七十人杀了，然后把他们的头放在盘子里送到耶斯列耶户那里。有使者来告诉耶户说，王的众子的头送到了。他说，把他们分作两堆放在城门口，直到早上。第二天早上的时候，耶户出来站着对众民说，你们都是无罪的，
看哪，是我自己背叛了我的主人，把他杀了。但这所有的人又是谁击杀的呢？你们要知道，耶和华的话就是耶和华所说攻击亚哈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耶和华借着他的仆人以利亚所说的话，他都做成了。于是耶户击杀了亚哈家在耶色列剩下的人，还有他所有的大臣、有关的人、祭司，没有一个给他存留。耶户动身往撒玛利亚去，在路上他经过牧羊人的伯爱吉那里，他遇见了犹大王亚哈谢的兄弟们。他说，你们是谁？他们说，我们是亚哈谢的兄弟，我们下来要向王的众子和太后的众子请安。他说，活捉他们。他的手下就活捉了他们，在伯爱吉的坑边杀了他们，一共是42个人，没有留下一人。他又从那里往前行，看见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来迎接他。耶户向他请安，然后说，你的心对我忠诚，就像我的心对你的心一样吗？约拿达说，是的。耶户说，如果是的话，伸出你的手来。他伸出他的手，耶户就把他拉上他的战车。耶户说，你和我一起去，看看我对耶和华的热诚。于是用自己的战车载他同去。他来到撒玛利亚，就击杀亚哈家所有在撒玛利亚剩下的人，把他们完全消灭，正如耶和华对以利亚所说的话。耶户集合众民，对他们说，从前亚哈信奉巴利还算是少，耶户要信奉更多。现在所有的巴利先知，所有信奉他的和他所有的祭司，都要给我召来，不要走漏一人，因为我要向巴利献一个极大的祭，缺席的必不得活。耶户用诡计这样行，是要除灭所有信奉巴利的人。耶户又说，要为巴利召开一个严肃会。于是众人宣告召开大会，耶户派人走遍以色列各地，所有信奉巴利的人都来了，没有一个不来的。他们都进了巴利庙，以致巴利庙从这边到那边都塞满了人。耶户对掌管衣橱的说，把礼服拿出来给所有拜巴利的人穿。他就把礼服拿出来给他们穿上。耶户和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来到巴利的庙中，他对信奉巴利的人说，搜查看看，这里不要有信奉耶和华的人和你们同在一起，只可以有信奉巴利的人。他们进去献祭和献燔祭，耶户布置了80个人在外面，说，如果我带来交在你们手中的人，有一个从他们中间逃脱了，你们就要以命抵命。耶户献完了燔祭，就对卫兵和军长说，你们进去杀死他们，一个也不让他们出来。卫兵和军长于是用刀击杀他们，又把他们的尸体抛出去，然后往巴利的城去了。他们又把巴利庙内的神柱搬出去烧了。他们毁坏了巴利的神柱，又拆毁了巴利庙作为厕所，直到今日。这样耶户从以色列中消灭了巴利。只是耶户没有离弃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的罪，就是他使以色列人陷于罪中的那些罪，敬拜在伯特利和但的金牛犊。耶和华对耶户说，因为你办好了我看为正的事，照我的一切心意对付亚哈家，你的子孙要坐在以色列的王位上，直到第四代。可是耶户没有尽心遵行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律法，离弃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于罪中的那些罪。在那些日子，耶和华开始削弱以色列，哈薛在以色列各处的边境攻击他们，从约旦河以东基列的全地，
迦德人、流本人和马拿西人之地，从靠近亚嫩河的亚罗而起，至基列和巴山。耶户其余的事迹和他所行的一切，以及他的一切英雄事迹，不是都写在以色列诸王的年代志上吗？耶户和他的祖先同享安息，葬在撒玛利亚，他儿子约哈斯接续他做王。耶户在撒玛利亚做王，统治以色列共28年。列王记下第11章。亚哈谢的母亲亚他利亚看见自己的儿子死了，就起来消灭王室所有的后裔。但约兰王的女儿亚哈谢的妹妹约示巴，把亚哈谢的儿子约阿施从正要被杀的王子中偷了出来，把他和他的乳母藏在卧室里面。他们把他收藏起来，躲避亚他利亚，免得他被杀死。约阿施和他的乳母在耶和华的殿中躲藏了6年，亚他利亚却作王统治那地。在第7年，耶和耶大派人把加利人和卫兵的众百夫长带来，领他们进入耶和华的殿中，和他们立约，使他们在耶和华的殿里起誓，然后把王子带出来和他们见面。他又吩咐他们说，你们要这样做，你们在安息日值班的1/3要守卫王宫，1/3要在苏尔门，1/3要在卫兵院的后门。你们要轮班把守王宫，你们在安息日不用当值的2班人，要为王的缘故守卫耶和华的殿。你们要在4周围护着王，个人手中要拿着自己的武器，擅自闯入班次的必被处死。王出入的时候，你们要紧随左右。于是众百夫长照着耶和耶大祭司的一切吩咐去行，他们各自率领人马，无论在安息日值班或不用当值的，都来到耶和耶大祭司那里。耶和耶大就把藏在耶和华殿里属于大卫王的矛枪和盾牌交给众百夫长，各卫兵手持兵器，从殿的右面到殿的左面，面对祭坛和殿，围绕着王侍立。耶和耶大领王子出来，把王冠戴在他的头上，又把约书交给他，他们就拥立他为王，用膏告他，并且拍掌说，愿王万岁。亚他利亚听见卫兵和民众的声音，就进到耶和华的殿众民那里去。他看见王子按着规例站在柱旁那里，首领和号手在王的旁边，当地所有的人民欢乐吹号。亚他利亚于是撕裂衣服呼叫，反了反了。耶和耶大祭司吩咐众百夫长，就是统领军兵的，对他们说，把他从各班军兵中赶出去，跟随他的都要用刀杀死，因为祭司说不可在耶和华的殿内杀死他。于是他们下手拿住他，他回到王宫的马门的时候，就在那里被人杀死。耶和耶大又使王和人民与耶和华立约，好使他们做耶和华的人民，又使王与人民立约。然后当地所有的人民都来到巴利庙，把它拆毁，把他的坛和像完全打碎，又在祭坛前把巴利的祭司马坦杀了。耶和耶大祭司又设立官员管理耶和华的殿，他又率领众百夫长、加利人、卫兵和当地所有的人民护送王从耶和华的殿下来，经卫兵的门进入王宫。这样约阿施就坐上了王位，当地所有的人民都欢乐，合成平静。至于亚他利亚，
他们在王宫用刀把他杀死了。约阿诗做王的时候只有七岁。列王记下第十二章。耶户在位第七年，约阿诗登基，在耶路撒冷做王四十年。他母亲名叫西比亚，是从别示巴来的。在耶和耶大祭司教导他的日子，他就行耶和华看为正的事，只是秋坛没有废去，人民仍在秋坛献祭焚香。约阿诗对众祭司说，所有分别为圣奉到耶和华殿里的银子，或是各被赎点之人的赎价，或是各种的赎价，或是个人随着心意奉到耶和华殿里的银子，各祭司可向自己熟悉的人收取。他们要修理殿内毁坏的地方，就是一切发现有毁坏的地方。可是到了约阿诗王在位23年的时候，祭司还未修好圣殿毁坏的地方。于是约阿诗王召了耶和耶大祭司和众祭司来说，你们为什么不修理圣殿毁坏的地方呢？现在不要向你们熟识的人收取银子，却要把所收的交出来，修理圣殿毁坏的地方。众祭司答应不再从人民收取银子，也不修理圣殿毁坏的地方。耶和耶大祭司搬来了一个箱子，在它的顶上钻了一个孔，把它放在祭坛旁边，在圣殿入口的右边。守门的祭司把奉到耶和华殿所有的银子都投进箱里。他们看见箱内的银子多起来的时候，就叫王的书记和大祭司上来，他们就数点在耶和华殿里所得的银子，装在袋中。他们把所称的银子交在耶和华殿中管理工匠的监工手里，然后他们支付给在耶和华殿做工的木匠和建筑工人，以及泥匠和石匠，又用来购买木材和凿好的石头，来修理耶和华殿里毁坏的地方，以及支付一切修理耶和华殿的开支。但耶和华殿里的银杯、竹简、碗、号或任何金银器皿都没有用奉到耶和华殿里的银子来做，他们只把银子交给工匠，用来修理耶和华殿里毁坏的地方。他们没有要求经手把银子转付工匠的人交代账目，因为他们办事诚实。但是赎愆祭和赎罪祭的银子，他们没有奉入耶和华的殿，这些银子是属于祭司的。那时亚兰王哈薛上来攻打加特，把他夺取了，他又决心上来攻打耶路撒冷。犹大王约阿诗于是拿出所有的圣物，就是他的祖先犹大王约沙法、约兰和亚哈谢所献的圣物，以及他自己所献的圣物，还有耶和华殿和王宫宝库里所有的金子，送给亚兰王哈薛，哈薛就离开耶路撒冷去了。约阿诗其余的事迹和他所行的一切，不是都写在犹大列王的年代志上吗？约阿诗的臣仆起来背叛他们，在米罗宫内，他下到希拉的时候击杀了他。他的臣仆是米亚的儿子约萨甲和朔莫的儿子约萨拔击杀他，他就死了。人把他埋葬在大卫城，和他的祖先在一起，他的儿子亚玛谢接续他做王。列王记下第十三章。犹大王亚哈谢的儿子约阿诗在位第23年，耶户的儿子约哈诗在撒玛利亚登基，统治以色列共17年。他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随从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
使以色列人陷于最终的那些罪，不肯转离。于是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发作，常把他们交在亚兰王哈薛的手中和哈薛的儿子便哈达的手中。约哈斯恳求耶和华，耶和华垂听他的祷告，因为看见了以色列所受的压迫，就是亚兰王对他们的压迫。耶和华就赐给以色列一位拯救者，他救他们脱离亚兰王的手，于是以色列人可以在自己的家安居，好像以前一样。可是他们没有离开耶罗波安家，使以色列人陷于罪中的那些罪，仍然行在罪中。亚瑟拉依然立在撒玛利亚。于是耶和华没有给约哈斯留下余民，只剩下骑兵50人、战车10辆和步兵10000人，因为亚兰王毁灭他们，践踏他们，好像禾场上的尘土。约哈斯其余的事迹和他所行的一切，以及他的英勇事迹，不是都写在以色列诸王的年代志上吗？约哈斯和他的祖先一同长眠，葬在撒玛利亚，他的儿子约阿施接续他做王。犹大王约阿施在位第37年，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施在撒玛利亚登基，统治以色列共16年。他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不转离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于罪中的一切罪，仍然行在罪中。约阿施其余的事迹和他所行的一切，以及他与犹大王亚玛谢作战时的英勇事迹，不是都写在以色列诸王的年代志上吗？约阿施和他的祖先一同长眠后，耶罗波安坐上了他的王位，他把约阿施葬在撒玛利亚，和以色列诸王在一起。以利沙患了必死的病，以色列王约阿施下到他那里，伏在他的脸上哭说，父啊，父啊，以色列的战车和骑兵啊。以利沙对他说，拿弓箭来。他就把弓箭拿给他，他对以色列王说，把你的手放在弓上吧。他就把手放在弓上，以利沙又把自己的手放在王的手上，他说，打开向东的窗户。他就打开了。以利沙说，放箭吧。他就放箭。以利沙说，这是耶和华胜利的箭，耶和华得胜亚兰人的箭。你要在亚弗击杀亚兰人，直到完全灭绝。他又说，拿箭来。他就拿了来。他对以色列王说，你击打地吧。他就击打地，打了3次就站起来了。神人就对他发怒说，你应该击打5次或者6次，那样就能打败亚兰人，直到完全消灭他们。现在你只可以打败亚兰人3次了。以利沙死了，也埋葬了。摩押人常在每年春天入侵以色列地，有人正在埋葬死人的时候，看见一群来侵略的人，他们就把死尸丢在以利沙的坟上，随即走了。死尸碰着以利沙的骨头就复活了，双脚站了起来。约哈斯在位的日子，亚兰王哈薛一直都欺压以色列，但耶和华仍然施恩给他们，怜悯他们，眷顾他们。这是因为他与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所立的约，不愿意毁灭他们，
把他们从自己的面前丢弃，直到今日。亚兰王哈薛死了，他的儿子便哈达接续他做王。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施从哈薛的儿子便哈达手中，把哈薛在战争时从约阿施的父亲约哈斯手中夺去的城市收复。约阿施三次打败便哈达，收复以色列的城市。列王记下第十四章。以色列王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施在位第二年，犹大王约阿施的儿子亚玛谢登基做王。他登基的时候是25岁，在耶路撒冷做王共29年。他母亲名叫约耶旦，是从耶路撒冷来的。他行耶和华看为正的事，只是不像他的祖先大卫，却是照着他父亲约阿施所行的一切去行。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人民仍在秋坛献祭焚香。当国家在他手中稳定以后，他就把那些击杀他父王的臣仆杀了，但他们的儿子没有处死，这是按照摩西律法书上所写，是耶和华的吩咐，不可因儿子的罪处死父亲，也不可因父亲的罪处死儿子，个人要因自己的罪而死。他在岩谷击杀了10000以东人，又攻取了希拉，然后把他的名字改称为约铁，直到今日。那时亚玛谢派使者去见耶户的孙子约哈施的儿子以色列王约阿施说，来，我们在战场相见吧。以色列王约阿施派人去见犹大王亚玛谢说，黎巴嫩的吉利派人去见黎巴嫩的香柏树说，请你把你的女儿给我的儿子做妻子吧。后来有黎巴嫩的野兽经过，就把吉利踩倒了。不错，你打败了以东人，你的心就高傲，你尽管自己夸耀安坐家中就是了。为什么要惹祸使你父王，也使犹大跟你一起父王呢？但是亚玛谢不听他的话。于是以色列王约阿施上来和犹大王亚玛谢在属犹大的博士麦相见。犹大人被以色列人击败，个人逃回自己的家去了。以色列王约阿施捉住了亚哈谢的孙子约阿施的儿子犹大王亚玛谢，他们来到耶路撒冷，拆毁了耶路撒冷一段城墙，从以法莲门直到角门，共200公尺，又掠去耶和华殿里和王宫的宝库里所有的金子、银子和一切器皿，还有人质，就回撒玛利亚去了。约阿施其余的事迹和他的英勇事迹，就是与犹大王亚玛谢作战的事，不是都写在以色列诸王的年代志上吗？约阿施和他的祖先一同长眠，他和以色列诸王一样，葬在撒玛利亚。他的儿子耶罗波安接续他做王。以色列王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施死后，犹大王约阿施的儿子亚玛谢仍活了15年。亚玛谢其余的事迹不是都写在犹大列王的年代志上吗？在耶路撒冷有人阴谋反叛他，他就逃到拉吉去，他们派人跟踪他到拉吉，就在那里把他杀死了。他们把他的尸首驮在马背上运回来，葬在耶路撒冷，在大卫的城里和他的祖先在一起。犹大的众民选立了亚撒利亚，他只有16岁，他们就立他接续他父亲亚玛谢做王。亚玛谢和他的祖先一同长眠以后，亚撒利亚重建了以拉他，并且收归犹大。犹大王约阿施的儿子亚玛谢15年，
以色列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在撒玛利亚登基，他做王共41年。他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不转离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于罪中的一切罪。他收复以色列的边境，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话，就是借着他的仆人加特西弗人亚米泰的儿子约拿先知所说的。因为耶和华看见以色列十分艰苦，无论是自由的或为奴的都没有了，也没有帮助以色列的。耶和华没有命定要将以色列的名从天下涂抹，所以借着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的手拯救他们。耶罗波安其余的事迹和他所行的一切，以及他作战时的英勇，怎样收复大马士革和原属犹大的哈马归以色列，不是都写在以色列诸王的年代志上吗？耶罗波安和他的祖先以色列诸王一同长眠，他的儿子撒加利亚就接续他做王。列王记下第15章。以色列王耶罗波安在位第27年，犹大王亚玛谢的儿子亚撒利亚登基做王。他登基的时候才16岁，他在耶路撒冷做王52年。他母亲名叫耶可利亚，是来自耶路撒冷的。他行耶和华看为正的事，就像他父亲亚玛谢所行的一切，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人民仍在秋坛献祭焚香。耶和华击打王，他就患了麻风病，直到他死的日子。于是他住在隔离的房子，他的儿子约坦执掌朝务，治理国民。亚撒利亚其余的事迹和他所行的一切，不是都写在犹大列王的年代志上吗？亚撒利亚和他的祖先一同长眠，葬在大卫的城，和他的祖先在一起。他的儿子约坦接续他做王。犹大王亚撒利亚在位第38年，耶罗波安的儿子撒加利亚在撒玛利亚登基，统治以色列共6个月。他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好像他祖先所行的，没有转离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于罪中的那些罪。亚比的儿子沙龙阴谋反叛他，在人民面前把他杀死，接续他做王。撒加利亚其余的事迹，看哪，都写在以色列诸王的年代志上。这就是耶和华曾论到有关耶户的话，说你的子孙必坐在以色列的王位上，直到第4代。这话果然应验了。犹大王乌西亚在位第39年，亚比的儿子沙龙登基做王。他在撒玛利亚做王1个月。加底的儿子米拿县从德萨上去，到撒玛利亚攻击亚比人沙龙，把他杀死，接续他做王。沙龙其余的事迹和他反叛的经过，看哪，都写在以色列诸王的年代志上。那时米拿县从德萨开始攻打提斐萨和城中所有的人以及他的四境，因为他们不给他打开城门，所以他攻击他，把所有的孕妇剖腹。犹大王亚撒利亚在位第39年，加底的儿子米拿县在撒玛利亚登基，统治以色列共10年。他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他在位的日子没有转离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于罪中的那些罪。
亚述王普勒来攻打以色列地，米拿县给普勒三万公斤银子，请普勒帮助他兼顾王位。米拿县向以色列人，就是所有大财主强索银子，每人570克，好献给亚述王。于是亚述王回去了，不在以色列地停留。米拿县其余的事迹和他所行的一切，不是都写在以色列诸王的年代志上吗？米拿县和他的祖先一同长眠，他的儿子比加辖接续他做王。犹大王亚撒利亚在位第50年，米拿县的儿子比加辖在撒玛利亚登基，统治以色列2年。他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不转离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于罪中的那些罪。比加辖的军长利玛利的儿子比加阴谋背叛他，在撒玛利亚王宫的卫所击杀他。与比加同谋的有雅尔戈伯和雅利耶，以及和他一起的50个基列人。比加把他杀死，接续他做王。比加辖其余的事迹和他所行的一切，看哪，都写在以色列诸王的年代志上。犹大王亚撒利亚在位第52年，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在撒玛利亚做王，统治以色列共20年。他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不转离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于罪中的那些罪。以色列王比加在位的日子，亚述王提格拉皮列瑟前来攻取了以云、亚伯伯马加、亚挪、基迪斯、夏索、基列、加利利和拿弗他利全地，把居民掳到亚述去。乌西亚的儿子约坦在位第20年，以拉的儿子何西亚阴谋背叛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击打他，把他杀死，接续他做王。比加其余的事迹和他所行的一切，看哪，都写在以色列诸王的年代志上。以色列王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在位第2年，乌西亚的儿子约坦登基做犹大王，他登基的时候是25岁，在耶路撒冷做王16年。他母亲名叫耶路撒，是撒都的女儿，他行耶和华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亲乌西亚一切所行的，只是他没有把丘坛废去，国民仍在丘坛献祭焚香，他就是那建造耶和华殿的上门的。约坦所行其余的事迹，不是都写在犹大列王的年代志上吗？在那些日子，耶和华开始派遣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去攻击犹大，约坦和他的祖先一同长眠，也和他的祖先葬在一起。在他祖宗大卫的城里，他的儿子亚哈斯接续他做王。列王记下第16章。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在位第17年，犹大王约坦的儿子亚哈斯登基做王。亚哈斯登基的时候是20岁，他在耶路撒冷做王16年。但是他不像他祖宗大卫行耶和华他的神看为正的事，反倒跟随以色列诸王的道路，甚至焚烧他的儿子为祭，好像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驱逐的外族人所行可憎恶的事，并且在丘坛上、在山冈上和所有青翠的树下献祭和焚香。那时亚兰王利逊
与以色列王利玛利的儿子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他们把亚哈斯围困起来，却不能战胜他。当时亚兰王利逊收复以拉他归于亚兰，他把犹大人逐出以拉他。亚兰人来到以拉他，住在那里直到今日。于是亚哈斯差派使者去见亚述王提格拉皮列瑟，说：我是你的臣仆，你的儿子，求你上来救我脱离那起来攻击我的亚兰王和以色列王的手。亚哈斯拿耶和华殿里和王宫宝库内的金子和银子送给亚述王做礼物，于是亚述王答应了他。亚述王上去攻打大马士革，把城攻取，把居民掳到吉尔，又把利逊杀死了。亚哈斯王到大马士革会见亚述王提格拉皮列瑟，看见在大马士革的祭坛，亚哈斯王就派人把祭坛的图样、结构和详尽的做法送到乌利亚祭司那里。于是乌利亚祭司按着亚哈斯王从大马士革送回来的一切指示建造祭坛。在亚哈斯王从大马士革回来以前，乌利亚祭司就照样做了。王从大马士革回来，看见了那祭坛，于是王走到祭坛旁边，登上台阶，烧他的燔祭和素祭，又浇上他的奠祭，并且把他的平安祭牲的血洒在祭坛上。至于耶和华面前的铜祭坛，他把它从殿前，从新坛与耶和华殿中间移至新坛的北边。亚哈斯王吩咐乌利亚祭司说：要在这大祭坛上焚烧早晨的燔祭、黄昏的素祭、王的燔祭牲和素祭，所有国民的燔祭和素祭，也要在坛上浇上他们的奠祭以及所有燔祭牲和平安祭牲的血。至于铜祭坛，我要用来求问神。乌利亚祭司就照着亚哈斯王一切所吩咐的去行。亚哈斯又砍掉盆座的边缘，把洗濯盆拿下来，又把铜海从驮着铜海的铜牛上取下来，放在铺了石的地上。又因亚述王的缘故，他把耶和华殿里为安息日而建造的廊子和王从外边进殿的廊子从耶和华的殿内拆除。亚哈斯所行其余的事迹，不是都写在犹大列王的年代志上吗？亚哈斯和他的祖先一同长眠，葬在大卫城和他的祖先在一起，他的儿子西西家接续他做王。列王记下第十七章。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第十二年，以拉的儿子何西亚在撒玛利亚登基，统治以色列九年。他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只是不像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亚述王撒曼以色上来攻击他，他就臣服于他，并且向他进贡。后来亚述王发觉何西亚阴谋反叛，他曾派使者去见埃及王梭，并且不再向亚述王献上贡物，像过去每年一样。亚述王就拿住他，把他囚在牢里。亚述王上来攻击以色列全国各地，并且到撒玛利亚来围城三年。何西亚在位第九年，亚述王占领了撒玛利亚，把以色列人掳到亚述去，徙至他们在哈腊、在哈伯河和哥赞河一带，以及在马代人的各城。这是因为以色列人得罪了那曾带领他们
从埃及王法老的手下离开埃及的耶和华他们的神，去敬畏别的神。他们随从耶和华从以色列人面前驱逐的外族人的风俗，以及以色列诸王奉行的风俗。以色列人也说了亵渎的话，顶撞耶和华他们的神，并且在他们所有的城市，从哨站到设防城，为他们自己建筑丘坛，又在各高山顶上和每一棵青翠的树下树立神柱和亚舍拉。他们在各丘坛上献祭和焚香，好像耶和华从他们的面前掳去的外族人一样，又行恶事，使耶和华发怒。他们又服侍雕刻的偶像，耶和华曾警告他们，不可以行这事。耶和华曾借着他的众先知和先见警告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说，从你们的恶道上转回吧，谨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律例，就是我曾吩咐你们的祖先和借着我的仆人众先知传递给你们的一切律法。可是他们不听从，反而应着自己的景象，好像他们的祖先不信服耶和华他们的神，厌弃他的律例和他与他们的祖先订立的约，以及他对他们的警戒，却信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跟从他们周围的外族人。耶和华曾吩咐他们，不可跟从他们的行为。他们丢弃耶和华他们神的一切吩咐，为自己做了两个牛犊的柱像，又做亚舍拉，并且敬拜天上的万象和服侍巴利。他们又把儿女用火烧为祭，并且占卜行法术，出卖自己去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使他发怒。于是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大大发怒，把他们从自己面前赶走，只剩下犹大一个支派。连犹大人也不持守耶和华他们的神的吩咐，随从以色列人所行的习俗。耶和华就厌弃以色列人的后裔，使他们受苦，把他们交在抢掠他们的人的手中，直到把他们从自己的面前完全丢弃。因为他自从使以色列从大卫家分裂出来后，他们就立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做王。耶罗波安却引诱以色列人不去跟从耶和华，又使他们犯了大罪。以色列人就随从耶罗波安所犯的一切罪恶，总不转离，以致最后耶和华把以色列人从自己的面前赶走，就像他借着自己的仆人众先知所说的。于是以色列人被掳离开自己的国土，往亚述去，直到今日。亚述王从巴比伦、古他、雅瓦、哈马和西法瓦因带人来，安置在撒玛利亚的城市，代替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撒玛利亚做产业，住在他的城市中。他们开始在那里居住的时候，并不敬畏耶和华，所以耶和华派狮子到他们中间，咬死他们好些人。有人告诉亚述王说，你所掳去安置在撒玛利亚各城市的众民族，不知道当地的神的规矩，所以他派狮子到他们中间。看啊，狮子咬死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当地的神的规矩。于是亚述王下令，我从那里掳来的祭司中要叫一个回到那里去，他要去住在那里，教导他们当地的神的规矩。于是从撒玛利亚被掳来的祭司中有一个回去，住在伯特利，教导他们怎样敬畏耶和华。
但各族的人仍然制造自己的神像，安放在撒玛利亚人所造各丘坛的庙中。各族人在他们所居住的城市都这样做。巴比伦人做了舒哥比纳像，古他人做了逆甲像，哈马人做了雅士玛像，雅瓦人做了逆哈和他尔他像。西法瓦因人用火焚烧自己的儿女，献给西法瓦因的神雅德米勒和雅拿米勒。他们也惧怕耶和华，所以从他们中间选立丘坛的祭司，替他们在丘坛的庙里献祭。他们既惧怕耶和华，又服侍他们的神。从哪个民族掳来的，就按照那个民族的习俗服侍他们的神。直到今日，他们仍是按照他们初时的习俗去行。他们不敬畏耶和华，行事不按他们的规例和典章，也不按耶和华曾吩咐雅各的子孙的律法和诫命。后来，耶和华给雅各起名为以色列。耶和华曾经和他们立约，又吩咐他们说，你们不可崇敬别的神，不可跪拜他们，不可服侍他们，也不可向他们献祭。但那曾用大能和伸出的膀臂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你们应当敬畏他，跪拜他和向他献祭。他写给你们的律例、典章、律法和诫命，你们要永远谨守遵行，不要崇敬别的神。他和你们所立的约，你们不可忘记。不要崇敬别的神，但要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必救你们脱离所有仇敌的手。可是他们没有听从，仍然照着他们起初的习俗去行。这样，这些民族一方面敬畏耶和华，另一方面又继续服侍他们的偶像。他们的子子孙孙继续照着他们的祖先所行的去行，直到今日。列王记下第十八章。以色列王以拉的儿子何西雅在位第三年，犹大王亚哈斯的儿子西西家登基做王。他登基的时候是25岁，他在耶路撒冷做王29年。他母亲名叫雅比，是撒加利亚的女儿。他行耶和华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的祖宗大卫一切所行的。他废去丘坛，打碎神柱，砍掉亚舍拉。他又打碎摩西所做的铜蛇，因为直到那些日子，以色列人仍然向他焚香，称他做尼忽士旦。他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以前或以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像他的。他忠于耶和华，没有转离不跟从他，谨守他的吩咐，就是他曾吩咐摩西的。耶和华和他同在，他所有的征战都得到成功。他背叛亚述王，不再臣服他。他攻击非利士人，直到加萨和他的四境，从哨站以至设防城。西西家王在位第四年，就是以色列王以拉的儿子何西雅在位第七年。亚述王撒曼以色上来攻击撒玛利亚，把城围困。过了三年，他们就攻取了撒玛利亚。西西家在位第六年，就是以色列王何西雅在位第九年，撒玛利亚被攻取了。亚述王把以色列人掳到亚述去，把他们徙置在哈拉、哈伯河和哥散河以及马代人的城里。
这是因为他们不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违背他的约。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吩咐的一切，他们都不听从，不遵行。西西家王在位第14年，亚述王西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所有的设防城，占据了他们。犹大王西西家派人往拉吉去见亚述王说，我有罪了，请你离我回去吧，你们加于我的处分，我必承当。于是亚述王罚了犹大王西西家900公斤银子和180公斤金子。西西家就把耶和华殿和王宫宝库内所有的金子都给了他。那时犹大王西西家把耶和华殿门上和自己包在门柱上的金子都刮了下来，给了亚述王。亚述王从拉吉派塔尔探、拉伯萨利和拉伯沙基率领大军往耶路撒冷，到西西家王那里去。他们就上来去到耶路撒冷，他们到达以后就站在上池的引水道旁，在漂布地的大路上，他们呼叫王。希勒家的儿子王宫总管以利亚敬、书记舍伯纳和亚萨的儿子史官约雅就出来见他们。拉伯沙基对他们说，你们要对西西家说，亚述大王这样说，你所依赖的这种防御算是什么呢？你说有作战的智谋和能力，只是嘴上空言。现在你依赖谁才背叛我呢？你看，你依赖埃及这压伤的芦苇做的手杖，人若是倚靠他，他必刺入他的手，把手刺伤。埃及王法老对所有依赖他的人正是这样。如果你们对我说，我们倚靠的是耶和华我们的神，西西家不是曾把他的丘坛和祭坛废去，又对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这祭坛前敬拜吗？现在你可以和我主亚述王打赌，我给你2000匹战马，看你能否派出骑兵来骑他们。否则你怎能使我主最小的一位臣仆转脸逃跑呢？你竟然依赖埃及供应战车和战马吗？现在我上来攻击这地方，要毁灭它，不是有耶和华的意思吗？耶和华曾对我说，上去攻击那地，把它毁灭。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敬、舍伯纳和约雅对拉伯沙基说，请用亚兰语和你的仆人们说话，因为我们听得懂，不要用犹大语和我们说话，免得传入在城墙上的人民的耳中。拉伯沙基对他们说，我主派我来，只是对你的主和你说这些话吗？不也是对坐在城墙上和你们在一起吃自己的粪、喝自己的尿的人民说的吗？于是拉伯沙基站着，用犹大语大声喊着说，你们要听亚述大王的话，王这样说，不要给西西家欺骗了你们，因为他不能从我的手中解救你们，也不要让西西家欺骗你们去信赖耶和华，说耶和华一定会解救我们，这城必不会交在亚述王的手中。不要听从西西家，因为亚述王这样说，你们要与我和好，出来向我投降，个人就可以吃自己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的果子，喝自己水池里的水，直到我来带你们到一个像你们国家的地方，那地方有五谷新酒、粮食和葡萄园、橄榄树和蜂蜜，
你们必可以活着，不会死亡。不要听从西西家，因为他误导你们说，耶和华必解救我们。列国的神真能解救他们的国土脱离亚述王的手吗？哈马和雅尔拔的神在哪里呢？西法瓦因、西拿和以瓦的神在哪里呢？他们可以解救撒玛利亚脱离我的手吗？这些国家所有的神，有哪一个曾解救他自己的国家脱离我的手呢？难道耶和华能解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众民都不出声，一句话也不回答他，因为王吩咐他们，不要回答他。当时王宫总管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敬、书记舍伯纳和亚萨的儿子史官约雅来到西西家那里，他们的衣服都撕裂了，他们把拉伯沙基的话都告诉了他。列王记下第十九章。西西家王听见了，就把自己的衣服撕裂，披上麻布，来到耶和华的殿。王又派王宫总管以利亚敬、书记舍伯纳和祭司中的长老披上麻布，到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先知那里。他们对他说，西西家这样说，今天是痛苦、责罚和侮辱的日子，好像婴儿的产期到了，却没有力量生产。或者耶和华你的神听到拉伯沙基所说的话，他就是他的主亚述王派来辱骂永活的神的人，就因着耶和华你的神所听见的话责罚他。所以请为这里余剩的人献上祷告。西西家王的臣仆就来到以赛亚那里，以赛亚对他们说，你们要这样告诉你们的主人，耶和华这样说，不要因你所听见亚述王的随从亵渎我的话而惊怕。看哪，我要使他的心惊战，他将听见消息就退回自己的地方去，我要使他在自己的国土倒在刀下。拉伯沙基回去发觉亚述王正在攻打利拿，因为他曾听说亚述王已拔营离开拉吉。亚述王听见有关古实王特哈加的消息，说，看啊，他出来要和你交战。于是亚述王再派使者去见西西家，说，你们要对犹大王西西家说，不要让你所信靠的神欺骗你说，耶路撒冷不会交在亚述王的手中。看啊，你听过亚述列王怎样对付列国，把他们完全毁灭，你会得着解救吗？我祖先所消灭的民族就是哥散人、哈兰人、利色人和在提拉萨的伊甸人，他们的神可曾解救他们吗？哈马王、雅尔拔王、西法瓦因城的王、西拿王和以瓦王在哪里呢？西西家从使者手中接过信件，念完了，就上耶和华的殿。西西家把信件在耶和华面前展开。西西家在耶和华面前祷告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坐在二基路伯中间的，只有你是地上万国的神，天地是你创造的。耶和华啊，求你侧耳聆听。耶和华啊，求你睁眼垂顾，听那派使者来侮辱永活的神的西拿基利的话。耶和华啊，亚述列王真的曾毁坏列国和他们的领土，把他们的神丢进火里，但他们并不是神，不过是人手用木头、石头做成的，因此他们可以把他们除掉。现在
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求你从他的手中把我们拯救出来，地上万国就可以知道只有你耶和华才是神。于是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派人去见西西家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你向我祷告有关亚述王西拿基利的事，我已经听见了。下面是耶和华所说关于他的话，锡安的居民藐视你，嗤笑你，耶路撒冷的居民在你背后摇头，你辱骂了谁，亵渎了谁，你扬声攻击谁呢？你高举眼目是向谁傲慢呢？就是攻击以色列的圣者，你借着你的使者侮辱了我的主，你说我要用大批的战车攀登众山的高峰，到达黎巴嫩山的顶端，砍伐高大的香柏树、佳美的松木，我要进入极远的峰峦、最茂密的森林，我掘井引外地的水，我用脚掌踏干埃及所有的河道。你没有听过吗？在远古我已决定，在古时我已筹划，现在我要实现，就是你使设防城变成乱堆，他们的居民没有能力，惊惶羞惭，他们好像田野的嫩草、青绿的蔬菜和房顶上的草，还未长成就枯萎了。你坐下，你出去，你进来，以及你对我所发的烈怒，我都知道，因为你向我发了烈怒，你狂傲的话进入我的耳中，我要把我的钩子勾在你的鼻子上，把嚼环套在你的嘴上，使你在你来的路上转回去。这要给你做一个征兆，这一年要吃自然生长的，第二年也要吃自己长出来的，第三年要撒种、收割、栽种葡萄园，吃他们的果子。由大家脱逃的渔民必在往下扎根，往上结果，因为将有剩余的人从耶路撒冷出来，将有逃脱的人从锡安山而来，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全这事。因此耶和华论到亚述王这样说，他不会来到这城，不会在那里射箭，也不会拿着盾牌向城进攻，不会筑起土堆围攻他，他必寻他来的路回去，他必不能来到这城，这是耶和华的宣告。为了我和我仆人大卫的缘故，我必保护这城，拯救这城。那天晚上，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军营杀了185,000人。早上他们起来的时候，看啊，到处都是死尸。于是亚述王西拿基利拔营离开，回去住在尼尼维。一日他正在他的神亚斯洛的庙中叩拜的时候，亚德米勒和沙利巴用刀刺杀了他，然后逃到亚拉腊地，他的儿子以撒哈顿接续他做王。列王记下第20章。在那些日子，西西家病得要死了，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先知来见他，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你要留一命给你的家人，因为你将要死，不能再活了。他却转脸向墙祷告耶和华说，唉，耶和华啊，求你纪念我曾怎样以真诚和完全的心在你面前行事为人，我所行的都是你看为善的事。西西家就痛哭起来。以赛亚还没有出到中院，耶和华的话
就领导他说：你回去对我子民的君主西西家说，你祖大卫的神耶和华这样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看啊，我必医治你，第三日你要上耶和华的殿，我必把15年的寿命增添给你，我要拯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又要因我自己和我仆人大卫的缘故保护这城。以赛亚说，取一片无花果饼来。他们就取了来，把它贴在窗上，西西家就痊愈了。西西家对以赛亚说，有什么征兆告诉我，耶和华必医治我，第三日我能上耶和华的殿呢？以赛亚说，这就是耶和华给你的征兆，写明耶和华必成全他应许的这事。你要日影向前进10级，或是倒退10级呢？西西家说，日影延伸10级容易，不，我要日影倒后10级。以赛亚先知呼求耶和华，他就是日晷上的日影，就是在亚哈斯的日晷上已经下移的日影倒退了10级。那时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比罗达巴拉旦送信和礼物给西西家，因为他听见西西家病了。西西家听了使者的话，随后把宝库内的一切银子、金子、香料、贵重的油和军器库，以及他宝库内一切所有的都给他们看，无论是在他的宫中或是在全国各地的，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后来以赛亚先知来到西西家王那里，对他说，这些人说了些什么？他们是从哪里来见你的呢？西西家说，他们是从遥远的巴比伦来见我的。以赛亚说，他们在你宫中看到了什么呢？西西家说，我宫中的一切他们都看见了，在我宝库内的我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以赛亚对西西家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看哪，日子快到，那时你宫中的一切和你的祖先所积存直到今日的一切都要被掠到巴比伦去，没有一样留下，这是耶和华说的。并且你的众子中，就是由你所出你所生的，有一部分要被掳去，他们要在巴比伦王的王宫中当太监。西西家对以赛亚说，你所说耶和华的话很好。他心里说，在我的日子有和平和安全，不是很好吗？西西家其余的事迹和他所有的英勇事迹，以及他做水池和引水道，把水引入城里的事，不是都写在犹大列王的年代志上吗？西西家和他的祖先一同长眠，他的儿子马拿西就接续他做王。列王记下第21章。马拿西登基的时候是12岁，他在耶路撒冷做王55年。他的母亲名叫邪西巴，他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好像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赶走的民族所行的可憎恶的事。他重新建造丘坛，就是他父亲西西家所拆毁的，又为巴利建立祭坛，做亚舍拉，好像以色列王亚哈所做的，并且敬拜侍奉天上的万象。他又在耶和华的殿内建造祭坛，耶和华曾指着这殿说，我要立我的名在耶路撒冷。他又在耶和华殿的两院中为天上的万象建造祭坛，
他又把他的儿子用火烧为祭，并且算命、观兆、交鬼和行巫术，多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惹他发怒。他又把自己所做的亚瑟拉雕像安放在圣殿中。耶和华曾对大卫和他的儿子所罗门论到这殿说，我要在这殿和我从以色列众支派中拣选的耶路撒冷立我的名，直到永远。只要以色列人谨守遵行我吩咐他们的一切，就是我的仆人摩西吩咐他们的一切律法，我必不会再使他们的脚离开我赐给他们祖先的土地，流离飘荡。但是他们没有听从，玛拿西引诱他们去做坏事，比耶和华从以色列人面前消灭的外族人更厉害。于是耶和华借着他的仆人众先知说，因为犹大王玛拿西所做这些可憎恶的事，比在他以前的亚摩利人所行的恶更坏，并且以他的偶像使犹大人犯罪。所以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看啊，我要把灾祸降在耶路撒冷和犹大，使听见的人双耳都要刺痛。我要用量度撒玛利亚的准绳和测试亚哈家的铅锤测量耶路撒冷，我要抹净耶路撒冷，像人抹净盘子一样，抹完了就把盘子翻转过来。我要舍弃我的产业的渔民，把他们交在他们的仇敌手上，他们要成为他们的仇敌的掠物和战利品。因为自从他们的祖先从埃及出来的那天直到今日，他们一直行我看为恶的事，惹我发怒。此外，玛拿西又流了许多无辜人的血，耶路撒冷从这边直到那边都满了血。这还是在他使犹大人犯罪，去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纳罪之外。玛拿西其余的事迹和他所行的一切，以及他所犯的重罪，不是都记录在犹大列王的年代志上吗？玛拿西和他的祖先一同长眠，葬在他宫中的花园乌撒的花园里，他的儿子亚门接续他做王。亚门登基时是22岁，他在耶路撒冷做王2年。他母亲名叫米舒利密，来自约提巴，是哈鲁斯的女儿。他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好像他父亲玛拿西所行的。他跟随他父亲所行的一切道路，服侍他父亲所服侍的偶像，敬拜他们。他离弃耶和华他祖先的神，不跟随耶和华的道路。亚门的臣仆阴谋背叛他，在王宫中把他杀死。可是国民却击杀了所有阴谋背叛亚门王的人。国民立了他的儿子约西亚接续他做王。亚门其余的事迹，就是他所行的一切，不是都记在犹大列王的年代志上吗？他葬在乌撒园里他自己的坟墓中，他的儿子约西亚接续他做王。列王记下第22章。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只有8岁，他在耶路撒冷做王共31年。他母亲名叫耶底大，是亚大雅的女儿，来自波斯家。他行耶和华看为正的事，跟随他祖宗大卫所行的一切道路，不偏左右。约西亚在位第18年，王差派米舒兰的孙子亚撒利的儿子书记沙番到耶和华的殿，吩咐他说，
你上去到希勒家大祭司那里，叫他把献给耶和华殿的银子，就是守门的从人民所收集的结算一下，然后要他们把银子交在耶和华殿管理工匠的人手中，他们可以把银子交付在耶和华殿修补破坏的地方的工匠，就是交给木匠、建筑工人、石匠，又购买木材和凿好的石头用来修理圣殿破坏的地方。银子交在他们手中，不用和他们算账，因为他们办事诚实。希勒家大祭司对书记沙番说，我在耶和华的殿里找到了一卷律法书。他把书卷交给沙番，沙番就阅读那书卷。书记沙番来见王，向王回报说，你的臣仆已经把殿里的银子清点，交在耶和华殿里管理工匠的人手中。书记沙番又告诉王说，希勒家大祭司交给我一卷书卷。书记沙番就在王面前诵读那书卷。王听见律法书上的话的时候，就撕裂自己的衣服。王又吩咐希勒家祭司沙番的儿子亚西干、米该亚的儿子雅各伯、书记沙番和王的臣仆及亚萨亚说，你们去，为了我，为了人民，为了犹大全国，因着所发现的这书卷上的话，求问耶和华，因为耶和华向我们所发的怒气极大，这是因着我们的祖先没有听从这律法书上的话，没有照着所写给我们的去行。于是希勒家祭司亚西干、雅各伯、沙番、亚萨亚去见女先知户勒大，她就是掌管礼服的沙龙的妻子。沙龙是哈尔哈斯的孙子，特瓦的儿子，他住在耶路撒冷第二区。他们就把事情都告诉了他。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告诉那差你们到我这里来的人说，耶和华这样说，看哪，我要照着犹大王所念那书卷上所有的话，使灾祸降临在这地方和他的居民身上，因为他们背弃了我，向别的神焚香，他们所行的一切都使我发怒，因此我的怒火要在这地方燃点，不会熄灭。至于那差你们来求问耶和华的犹大王，你们要这样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有关你所听见的话，你听见我攻击这地方和他的居民的话，就是他们要成为荒凉，受咒诅，你的心就顺服在我面前谦卑，又撕裂自己的衣服，在我面前哀哭，我已经听到了，这是耶和华的宣告。因此看哪，我要使你归到你的祖先那里，你必平平安安地葬在你的坟墓里，你不会看见我要降在这地的一切灾祸。他们就把这话向王回报。列王记下第23章。于是王派人召集犹大和耶路撒冷所有的长老到他那里。王登上耶和华的殿，犹大众人、耶路撒冷所有的居民，还有祭司、先知和众民，不论大小，都一同前往。王就把在耶和华殿发现的约书所记的一切话都念给他们听。王站在柱旁，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要一心一意跟从耶和华，谨守他的诫命、典章和律例，实行这书上所写有关这约的话。众民都一同立约。王吩咐希勒家大祭司、副祭司和守殿门的，把所有为巴利、
亚瑟拉和天上的万象所制造的器皿从耶和华殿里搬出去，在耶路撒冷城外吉伦谷的田野把他们烧了，然后把他们的灰烬带到伯特利去。他废除了从前犹大列王所立在犹大各城的丘坛和耶路撒冷的周围焚香拜偶像的祭司，又废除像巴利、日、月、星辰和天上万象焚香的人。他把亚瑟拉像从耶和华殿里搬走，拿到耶路撒冷外的吉伦西去，在吉伦西把它烧毁，磨碎成灰，把灰撒在平民的坟墓上。他拆毁在耶和华殿内男性庙祭的房屋，就是妇女为亚瑟拉编织袍子的地方。他又从犹大各城把祭司们召来，污秽祭司们焚香的丘坛，从加巴直到别示巴。他又拆毁设在城门的丘坛，就是在市长约书亚门的出入处，在城门的左边。但是丘坛的祭司不会登上在耶路撒冷耶和华的祭坛，他们只是在他们的兄弟中间吃无酵饼。他又污秽在新嫩子谷的陀肥特，人在那里将儿女焚烧献给摩洛。他又除去犹大列王献给日头的马匹，这些马匹是在耶和华殿的入口处，靠近太监拿丹米勒在院子里的住宅。他又把献给日头的战车用火烧掉。他又把亚哈斯的楼房顶上犹大列王所做的祭坛和马拿西在耶和华殿的两院中所做的祭坛拆毁，就地打碎，把他们的灰尘倒进吉伦西去。在耶路撒冷东面橄榄山南面的丘坛，就是以色列王所罗门为西顿人可憎的神亚斯他路、摩押人可憎的神基抹和亚门人可憎的神米勒公所筑的丘坛，王都污秽了。他又打碎神柱，砍下亚瑟拉，把死人的骨头布满那个地方。此外，甚至在伯特利的祭坛和那时以色列人陷于罪中的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做的丘坛，他都拆毁焚烧，压碎成灰，又把亚瑟拉烧了。约西亚转过身来，看见在山上的坟墓，于是派人把骨头从坟墓中取出来，烧在祭坛上，污秽它，就像神人从前所宣告的耶和华的话。约西亚说：我看见的这墓碑是谁的呢？那城的人对他说：这是以前从犹大来预告你在伯特利祭坛上所做的事的神人的坟墓。所以王说：由他吧，不要让人动他的骨头。于是他们没有碰他的骨头和那从撒玛利亚来的先知的骨头。以色列诸王在撒玛利亚各城市建造，以致激怒耶和华的一切丘坛上的庙堂，约西亚都除去。他照着在伯特利所行的一切对付他们。他又把所有丘坛的祭司都在祭坛上宰了。他把人的骨头烧在他们上面，然后回到耶路撒冷去了。王又命令众民说：照着这约书上所写的，守逾越节，纪念耶和华你们的神。真的，自从士师治理以色列的日子以来，以及以色列诸王和犹大列王所有的日子以来，没有守过像这一次的逾越节的。只有在约西亚王第十八年，在耶路撒冷守了这逾越节，纪念耶和华。约西亚也除去在犹大地和耶路撒冷所有招魂的、行巫术的、家神、偶像
和一切可赠之物，为要实践希勒家祭司在耶和华殿里所寻得的书上所写律法的话。在他以前没有王好像他按着摩西一切律法全心全性全力归向耶和华，在他以后也没有兴起一个王好像他的。但耶和华并没有把他向犹大所发的烈怒消除，因马拿西种种的恶行激怒了他。耶和华说，我也要把犹大从我面前赶走，好像我把以色列除去一样。我要丢弃我所拣选的城市耶路撒冷以及圣殿，我曾说我的名必立在那里。约西亚其余的事迹和他所行的一切，不是都写在犹大列王的年代志上吗？在约西亚的日子，埃及王法老尼哥上来幼发拉底河帮助亚述王，约西亚王进去迎战他，法老看见他的时候就把他杀死在米吉多，他的臣仆把他的尸体从米吉多用马车运载送到耶路撒冷，把他埋葬在他自己的坟墓里。国民选举约西亚的儿子约哈斯告了他，立他接续他父亲做王。约哈斯登基时是23岁，他在耶路撒冷做王3个月。他母亲名叫哈木他，是利拿人耶利米的女儿。他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好像他的祖先所行的。法老尼哥把他囚禁在哈马地的利比拉，使他不能在耶路撒冷做王，又罚了犹大国3000公斤银子和30公斤金子。法老尼哥另立约西亚的儿子以利亚敬接续他的父亲约西亚做王，改了他的名字做约雅敬。他俘虏了约哈斯，把他带到埃及，他就死在那里。约雅敬把银子金子付给法老，为了应付法老的命令，他向全国征收税银，按着他的评估向每位国民索取金银，好付给法老尼哥。约雅敬登基的时候是25岁，他在耶路撒冷做王11年。他母亲名叫西布大，是鲁马人皮大雅的女儿。他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好像他的祖先一切所行的。列王记下第24章。约雅敬在位的时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打他，约雅敬就臣服他3年，后来却反悔背叛他。耶和华差派加勒底的军队、亚兰的军队、摩押的军队和亚门人的军队攻打他，他差他们攻击犹大，毁灭他，就像耶和华借着他的仆人众先知预言的话。这事临到犹大完全是出于耶和华的命令，因着马拿西的罪，就是他所行的一切，要把他们从自己面前赶走，又因着他所流无辜人的血，他使耶路撒冷满了无辜人的血，耶和华绝不赦免。约雅敬其余的事迹和他所行的一切，不是都记在犹大列王的年代志上吗？约雅敬和他的祖先一同长眠，他的儿子约雅金接续他做王。埃及王不再从本国出征，因为巴比伦王占据了所有从前属于埃及王的领土，从埃及小河直到幼发拉底河。约雅金登基的时候是18岁，他在耶路撒冷做王3个月。他母亲名叫尼户施他，是耶路撒冷人以利拿丹的女儿。他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
好像他的祖先一切所行的。那时，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臣仆来到耶路撒冷，城就被围困。尼布甲尼撒的臣仆正在围城的时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亲自来到耶路撒冷。犹大王约雅金和他的母亲、众臣仆、众领袖以及众太监出城投降巴比伦王。巴比伦王于是捉住他，那时是巴比伦王在位第八年。他又从耶路撒冷把耶和华殿一切宝物和王宫的宝物取去，并且把以色列王所罗门在耶和华殿所做的一切金器都捣毁，就像耶和华所说的。他又掳去耶路撒冷的众民、众领袖以及英勇的战士共10000人，还有工匠、铁匠，除了国民中最贫穷的以外，没有剩下的。他把约雅金掳到巴比伦去，又把太后、后妃、太监和国中的要员都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还有7000位战士、1000位工匠和铁匠，全都是能作战的勇士。巴比伦王把他们都掳到巴比伦去。巴比伦王立约雅金的叔叔马探雅接续他做王，并且把马探雅的名字改为西底家。西底家登基的时候是21岁，他在耶路撒冷做王11年。他母亲名叫哈木他，是利拿人耶利米的女儿。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像约雅敬一切所行的。因为耶和华的怒气向耶路撒冷和犹大发作，直到他把他们从自己的面前赶走。后来西底家背叛了巴比伦王。列王记下第25章。西底家作王第9年10月10日，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他的全军来攻打耶路撒冷。他们在城外安营，又在4围筑垒攻城，于是城被围困，直到西底家王第11年。4月9日，城里饥荒非常严重，甚至那地的人民都断了粮食，城终于被攻破了。所有的战士就在夜间从靠近王的花园的两墙中间的那门逃跑出城。那时加勒底人在4围攻城，他就往亚拉巴的方向逃走。加勒底人的军队追赶王，在耶利哥的原野上把他追上了，他的全军都离开他四散了。他们把王擒住，把他解到利比拉巴比伦王那里，他们就宣判他的罪。他们又在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众子，并且把西底家的眼睛弄瞎，然后用铜链锁住他，把他带到巴比伦去。5月7日，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第19年，巴比伦王的大臣护卫长尼布撒拉旦来到耶路撒冷，他放火焚烧耶和华的殿和王宫，以及耶路撒冷一切房屋，一切高大的房屋他都放火烧了。跟随护卫长的加勒底人全军拆毁了耶路撒冷周围的城墙，至于城中剩下的人民和已经向巴比伦王投降的人，以及剩下的民众，护卫长尼布撒拉旦都掳了去。至于那地最贫穷的人，护卫长把他们留下去修理葡萄园和耕种田地。耶和华殿的铜柱以及耶和华殿的铜座和铜海，加勒底人都打碎了，把铜运到巴比伦去。他们又把锅、铲子、竹简、碟子和敬拜用的一切铜器都拿去了。此外，火鼎和碗，无论是金的或是银的，护卫长
都拿去了。所罗门为耶和华殿所做的两根铜柱、一个铜海和十个铜座，这一切器皿的铜重得无法可称。铜柱每根高8公尺，柱上有铜柱头，柱头高1公尺3公寸，柱头四周有网子和石榴，都是铜的。另一根柱子同样也有网子。护卫长拿住祭司长希莱雅、副祭司长西番雅和3个守门的，又从城里拿住一个管理军兵的官长，并且在城里搜获常见王面的5个人和一个负责招募当地人民的军长书记，又在城中搜获60个当地的人民。护卫长尼布撒拉旦把他们拿住，带到利比拉巴比伦王那里。巴比伦王击杀他们，在哈马地的利比拉把他们处死。这样，犹大人被掳，离开了他们的国土。至于在犹大地剩下来的人民，就是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留下来的。巴比伦王委派沙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管理他们。众将领和他们的士兵听见巴比伦王委派了基大利，他们就来到米斯巴去见基大利。其中有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尼陀法人丹户灭的儿子希莱雅、马加人的儿子亚萨尼亚以及他们的士兵。基大利向他们和他们的士兵起誓，又对他们说，你们不必惧怕加勒底的官员，只管住在这地服侍巴比伦王，就可以平安无事。但在7月的时候，王毅以利沙玛的孙子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带了10个人和他一起，他们袭击基大利，把他杀死，和他一起在米斯巴的犹大人和加勒底人也被杀死。因此众民无论大小以及众将领都起来逃往埃及去，因为他们惧怕加勒底人。犹大王约雅金被掳后第37年，就是巴比伦王以为米罗达登基的那一年，12月27日，他恩待犹大王约雅金，把他从狱中领出来，并且安慰他，使他的地位高过和他一起在巴比伦的众王，又换下他的囚衣，赐他终生常在王面前吃饭。他的生活费用在他一生的年日中，每日不断由王供应。